噔噔噔噔噔！大家好，我是 Echo 李长俊，今天要介绍一样东西给大家，是一个蓝牙喇叭 ，Bose 的。那我要把它打开了。它粘住了，好，好像一颗蛋呢、啊。这样把它打开。里面会有说明书、电线、插头。好，这边是这样子。然后这个叫 Bose 360 SoundLink Revolve Plus。为什么它加一个 Plus？ 因为这一个是比较大的。它还会出一个小的，小的比大的再小一点，大的比小的大一点。那 Bose 360呢？顾名思义，就是你摆在客厅的中央，或是 party 的中央，所有朋友围绕着它的时候，每一个角度听到的音量、音质都是一模一样的。这里还有一个提拔，随时可以提拔我的意思。它还有另外一个颜色，就是这样了。现在出现这两种颜色，好。它是不怕摔的，可以这样子把它倒的，它都是有保护层的，不用害怕。它还有一个特色，防泼水，你放在自己家的游泳池旁边，这样泼它都没有什么问题的。但要注意一点，就是自己还是要把它擦干净了。是谁？我是 Boss 精灵。精灵不是应该？噔噔噔噔噔，这样子出来吗？我高兴从哪里出来，就从哪里出来呀。哦，既然是我放你出来，那我是不是可以许一个愿望？我觉得不行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这个不行，我觉得其实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 B-box man。B-box 可是侠，那你有 freestyle 吗 ？Bose 360 SoundLink Revolve Plus 环绕你 ，B-box 维度似乎都很酷，好歹有个限度，从台湾听到印度，电力超足，音乐空间开了不止八度，这是一种态度，我再度重复 ，Bose 360 Echo。我的愿望呢？好，卡，收工，吃饭啦！